的眼睛，思索里带着祝福。风也撞进他怀里，用最自然的办法告诉每一座铭记于心的山峰，问飞鸟借双翅膀，它不会远走，看一眼就回返。水也催它归家，讲讲那路途的故事。时间不会说话，但星星会给他答案。山水人间值得热爱，海澜之家，道法自然，山水人间系列。